HackMD 的新手教学。为什么说是新手教学呢？很简单嘛。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有在使用 HackMD 的朋友，那我建议就是可以把这个影片给关掉了。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平常就有用 Markdown 在写作，在做你的编辑的朋友，你可以只看前半部介绍 HackMD 的使用，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会讲的部分是，这五点，那时间会稍微有点压缩，主要会讲的有 HackMD 现在的概况，还有就是你怎么开 HackMD 跟 Markdown 要怎么写，然后最后有它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制作简报，它可以把你的文件直接转换成简报功能。再来是你怎么把你 Hackpack 上的以前编辑过的文件做搬家，搬到我们的 HackMD 上。好。那时间有点赶，我们要继续了。首先，什么是 HackMD 呢？HackMD 它是一个多人即时写作笔记，这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啦，因为这几年很多这类似的功能都有推出，像是大家熟悉的 HackPad 就是这样的功能。好，再来它是用 Markdown 写作，Markdown 是什么呢？Markdown 你看维基百科其实写得很详细啊，它是一个轻量级的标记式语言，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它不用排版。就是你省下排版的功夫。好，再来，它是跨平台的。跨平台的意思是说，我今天除了在电脑上编辑以外，你同样可以在你的平板或者手机上开启你的文件，然后进行编辑。好，最后就是它有可以制作简报。我刚才提过，它可以把你的文件直接转换成简报。那我们在后半部也会教你怎么制作。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使用 HackMD 呢？首先是我们一直相信台湾人也可以开发出世界一流的软体，所以今天有台湾人开发那么好用的功能，我们当然要就是给他加油赞助，或是说支持，好支持，我喜欢这个词，支持一下。好，还有就是它是 open source 的，这边连接点下去，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程式码 source code 都在 Hackpack 上，所以你一样可以把它做自己的开发移植等等，它是MIT license 这个其实很厉害啊，这不是 Made in Taiwan 啊，不过说明它有取其谐音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那个 MIT license。今天没有时间讲解，好，那回到我们的投影片，再来有谁在用呢？这边也稍微介绍一下，像我们的 PyCon 台湾的2016，还有我们 GDB 等等，他们都是 GDB，GF 我在讲什么 HackMD 的支持者。好，对不起，好，继续哦，继续继续，如何使用 HackMD 来？我开一个无痕分页，教大家怎么登录。你只要打上 HackMD 啊，这其实很难过啊。你看我打 HackMD，他问我要不要找 HackPad，好，不管，第一个选项就可以登录他的网页。这边哦，他这边有点慢，没关系，我们暂停一下，不要耽误影片的速度。好，我们回到这里，刚才网络有点慢，好，我们继续哦，继续。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就是 HackMD 它网页的界面，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登录，一个是建立访客笔记。好，那我们可以选择登录。登录之后，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自己喜欢，像你要 Facebook、Twitter 或是 GitHub 登录都可以。好，那我刚才有登录过了，我们就把这个关掉。这里也是我登录之后，它的界面会长得像这样。下面有就是你之前有编辑过的文件，它的记录。那上面的话，一样你可以建立新的笔记，或是就是登出，好，那我们这边就建立一个新的笔记，用新的页面来做讲解。这边是它的页面，那先看左上角，左上角这边三个钮，最左边是检视，检视的话就是你可以看整个文件。好，那如果你要编辑呢，你编辑的话就需要开启你的编辑器，那就点中间这个就可以是一边是你的编辑器，一边是你的文件。再来，你当然你也可以全部都是使用你的编辑器，因为你可能对 Markdown 很熟悉了，那我们就全部使用编辑器，不需要看到文件本身。那再来，我来讲解一下这个编辑器。编辑器它很特别哦，你看下边这边可以让你选择，你可以选你自己习惯的编辑器。如果你今天是 VIM 的那叫什么爱好者，那你就点 VIM，那使用方式就跟 VIM 完全一模一样的，像是你随便打一打，随便打一打，然后不要的时候滴滴滴滴，好，这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它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这次先切回 subline，好，这边一样，你可以改你的 tab 或是 space 的 size，好，那再来哦，这个是上传图片的按钮，这个也
很方便，我等一下在 Markdown 的实作上再一起做介绍。我们继续往右边看，选单的部分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就是说呢，你可以下载，这个下载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文件抓下来，选择你要的格式嘛。那同样你可以从某个地方汇入你要的文件，或是把它汇出去。再来简报模式一样，我们最后面会来讲解它怎么做简报。好，看到右边这边有个权限，权限呢，你可以自己选择，看你要选择怎样的权限。像是我们现在是这个 editable， 它就是说你有登录的人都可以做编辑。那你如果做了编辑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我随便打，你就可以发现，哎，有我的名字，所以说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伙伴、自己的 partner 是编辑哪一段，做了哪些的更改。好，那同样，如果你今天不希望别人使用的话，你就可以用 lock 或是 private。嗯，好，这是 HackMD 的部分。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投影片，这是 HackMD 的使用。至于其他的教学，你可以点选那个我们的 reference， 可以看到这个功能介绍。它里面其实很完整，这是 HackMD 自己的文件。我们今天只挑一小部分出来讲，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再看这份文件。好，那我回来喽，回来继续，我们就是要练习 Markdown， 因为是新手的 Markdown 教学，所以都会非常简易，简易到我们用我们习惯的 Hackpad 有的功能来做介绍。首先，你如果开启一个 Hackpad 的空白页面，你看它一开始就是要输你的 title 嘛，这边是 untitled， 你可以自己打上自己的什么新手教学之类的。好，那我们一样在 HackMD。我看看哦 ，HackMD 刚才有开一个空白页面，我们这边一样打新手教学，好，新手教学，你会发现，我为什么打完之后没有像 Hackpack 一样有 header 的功能？其实很简单的，你就在这边打上，我现在教 header 怎么用 header， 你就可以 header one 就最大的，你就在我们的文字下方加上三个等于，它就会变成我们的 header one， 这个我写一下 H1 这是最大的。再来还有一种方式是你用一个 hashtag， HackMD 它很方便，是它有自动补齐的功能，你只要打上这个 hash， 它就会把下面全部列出来，有 H1 到 H6， 它就是依它的大小嘛，数字越大它的字就越小，像这是 H1， 再来你也可以打上 H6， 你可以知道它大小比较，这是我们的标头的部分。好，有了标头之后，你想要把我们的标题跟内文做分开嘛，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格线，就是分隔的那叫什么区分线，一条 line， 这种时候就用 dash， 我们只要打连续三个 dash， 它就会出现一条分隔线，这边右边右侧应该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大，这是我们的分隔线，比起上面的 h1 header 1都是还要明显。好，这是分隔线的部分。再来呢，我们回到 Hackpack 看一下它有什么功能。先来讲一下 Comment 好了。Comment 是有写过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老师会用 Comment 来做作业的批改以及回应。那我在下面继续做我们的 Comment，C-O-M-E-N-T Comment， 我没拼错，看一下，偷看一下 C-O-M-E-N-T， 对，没有拼错。好 ，Comment 要怎么用呢？很简单。就用一个大于的符号，它就会变成 comment 了。那我们这边打 list 以 comment， 好，这样就是 comment 了。可是你会说，这个 comment 我要怎么知道是谁写的？都要回来看偷看这个吗？这个也太麻烦了吧！你可以在后面打上中括号，中括号它其实 它有自动补完的功能啊，只要打中括号，发生什么事了？它应该要自动补齐才对啊。空白没有，好，有了，刚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打上中括号之后，它有自动补齐功能，这边可以选，像我这边是 name， 我可以选择 name 啊，人家就知道这是我做的那个 comment。再来，你可以继续加嘛，加看你是什么时候发表这个 comment 的，像是今天是9月21。好，继续，你会说，我前面这个灰色的很不明显，我想要加个颜色，一样，只要用 color 的话。它就可以改颜色了。好，这边变成什么色？好像没有很明显。然后我再随便 FF 好了，这样，有变色了。不好意思，
这样有变色，有变成比较明显的颜色，或是 BBB 好了，好，反正它会变色。这是 command 的部分。command 讲完之后，来讲一下清单好了，怎么做清单呢？清单在我们 Happy 上其实很容易嘛，只要按一下，然后它就可以打清单了，一二三，拉压榨了。所以在这边的清单一样很简单，也很直觉化，你只要用一个星号，然后一个 tab， 哦，它就变清单了。可以看到右边它有多一个小点，那你这边就可以打上你要的文字，它可以打中文啊，像是什么中文小妹妹啊。或是大姐姐啊，或是什么老妈妈啊之类的。好，这是他清单的部分。你会说啊，清单我可以有子清单吗？就是比这个更低一阶的清单。那很简单，你按完之后再给他多加一个 tab， 就是清单这个标示按完之后你再加一个 tab，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子清单，它的形状会变啦。你这边就可以打什么 ABC 啊，什么英文啊，打一打。再来，你说可不可以再更小？可以，可以。那你再多按一次 tab 就可以更小。这边就你可以打数字啊，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七八九。这是我们清单的部分。那清单会想到，因为我已经打文字嘛，我顺便把我们常用的这些粗体啊、斜体啊，然后或是什么那个删除线，把它教一教。首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小妹妹跟大姐她不太一样，小妹妹比较歪嘛，啊，为什么比较歪？是因为我这边加了这个星号的标记，如果是加一个星号的话，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斜体。那你会说粗体咧，那我让我们大姐姐变粗一点好了，大姐姐，好，这个大姐姐就变粗嘛，那可不可以又粗又斜？那，啊，可以啊，就是刚才是一个星号嘛，然后再来变两个星号，再来就是三个星号。好，我们三个星号加上去之后，老妈妈就变得又粗又斜了。有吧？有发现吗？有发现它比较斜一点吗？好，不管哦。那我们继续看哦，继续看刚才有说什么？删除线，删除线怎么用呢？很简单，用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叫什么？这个符号叫做……好，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符号叫什么。我们左上方这个，这是蚯蚓，这是蚯蚓叫什么？好，没关系，就我旁边的朋友也不知道这是蚯蚓叫什么，那我们就继续，只要两边各加这个蚯蚓的符号，它就可以变成删除线。好，至于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哦，这边有数字嘛，有数字的话会知道课程上其实经常需要用到数学，那数学的话就会需要平方，怎么打平方？你会发现这样打它没有用哦，这样打它不是上标，再加一个这样。两个，这叫什么？平方平在你要上标的数字旁边加两个这种四方的符号，它就会变成在上标。那你会说怎么下标呢？下标一样哦，刚才这个蚯蚓的符号，456456，假如456，这个是八进位，八进位456，这叫八进位嘛，对吧？八进位的456，那你就两边各加一只蚯蚓，它就会变成下标。好，这是下标的部分。我看看哦，为什么不动？网络有点问题，没关系，我们先暂停一下，我调整一下。好，不好意思，不是网络的问题，是我自己刚才误会了。那我们继续哦，刚才讲完数字的上标、下标，然后斜体、粗体哦，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的 highlight。有时候有些重点的部分，我们会习惯用 highlight 来把它标示起来。我用这七八九做示范啊 ，highlight 要怎么用呢 ？highlight 就是用等于等于，两边各加等于等于之后，它就会有 highlight 的，有吗？哦，有来，大家我放大一点，这边，哇，该死，有，还有它跟这边应该可以稍微看出来，它跟上面有不一样的背景，这就是我们的 highlight。好，那字体的部分讲完了，我们来继续讲程式好了。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贴上我们程式码了，在 Happy 上我们只要点一下 code， 它就可以变成程式码。那至于在我们的 HackND 呢，其实它也很方便。你今天如果是 list， 然后是一个function，你想要单独把它做 block， 那你就给它，不好意思，给它两边加上这个
这个算是什么符号？这个是什么符号呢？哇，我不会讲这个叫什么符号。等一下，好，不好意思，我们回来，因为我其实想不起来这个符号怎么讲。那就是它在我们键盘左上方，就是跟我的小蚯蚓啊，我也不知道小蚯蚓怎么讲，真的很惭愧，跟小蚯蚓是同一格。好，这个我们叫一撇。如果两边各加一撇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 block。block 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你所打进去的文字，它都会把你呈现出来。像 this is block， 它都会帮你呈现出来。好，那程式码的部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使用。你可以今天是 main 好了 ，int main。除了刚才两边各加一撇，你可以直接按个 tab， 它一样会变成一个 block 被标示起来。这边有看到它的差异。好。那如果是很多的程式码的部分呢？很多的程式码的部分，你可以用这个，不好意思，一样三个一撇，然后里面就我们的程式码。你当然程式码有看要长怎样都可以，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三撇，这样就出来 int main， 然后你里面可能什么cr 啊，然后 print 啊，这样。可是你会发现它怎么说呢？很不明显，因为它没有 highlight 嘛，它没有 syntax highlight 在。那我们怎么加 syntax highlight 呢？很简单，在 HackMD 里面它有自动的帮你补。像你今天假如你写的是 C 语言好了，你就选个 C-like， 哦，你就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它的 syntax highlight， 右边也出现了。哦，我不小心加一个等于啊，有等于的话就会出现行号。那如果我把等于拿掉的话，它行号就会不见，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差异。好，我们继续赶时间咯。程式码讲完之后，来讲那个图片好了。哦，先讲连结，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 reference 要贴连结，它要怎么办呢？一样，很简单，我们就来一个中括号。中括号你看到它这边有自动补齐啊，它就有 reference 跟它的那个 link， 我们就随便选一个，这边就可以看到前面是你这个 reference 的名字。像你可以叫它 Google， 哦，我现在要做 Google 的 link，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 Google.com 嘛，好，那你就可以这边给它点击，哦，为什么变这样？多一个空白，不好意思，你这边给它点击，哦，就是我们的 Google 了。好，这是连结的部分，文字连结。那如果你要做的是图片呢？图片也很简单，图片跟这个连结很像，它只要多加一个惊叹号，然后一样，多加一个惊叹号一样，之后后面就是它的图片位置。像你今天如果是网络上抓的图片，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Joseph 小伙伴，随便找一张图，快，好，右键之后复制它的位置，复制它的位置贴到它的 link 的部分，就可以看到，哎 ，Joseph 小伙伴的这个图。这个课程这个 system software 就上来了。好，那这边就可以打上我们的 system software， 让人家知道你在贴什么东西。software 好，然后我刚才有讲说我们要介绍这个上传图片的功能。上传图片呢，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在你电脑里面的图片，像是我抓一张好了，哎，这张很棒，有老师的音质，我们把它给 download 下来。另存影片，另存图片，哦，存在下载里。好，那这种时候你只要点选上传图片，然后找到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应该存在下载中，下载中，哇，老师的图片是哪一个啊？哇，这太可怕了，这个点错的话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东西啊？9090，好，不管了，直接开起来。不好意思啊，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样都找不到，然后发现它是在图片里面。我记得我抓的是下载啊，好，没关系，在图片里面只要直接点选，这样就可以出现刚才老师的这张图。好，有了，它出现了，因为它有自己帮你上传啊，所以这边老师这张图就出现。如果是在你电脑里面的图片，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上传图片的功能。好，
这样图片的功能我们也讲解完了，可以看到标题、command， 然后一些文字，然后程式码，然后连结图片都讲完了。好，最后讲一个，我们知道在 Happier 上可以有所谓的 tag 嘛，说你这篇文章是跟这份文件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可能是 C language 啊，可能是tag 啊，可能是教学。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如果大家刚才有仔细看到，应该可以看到，你打 hashtag 之后，它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叫 text。你打 text， 它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标签，那你就可以打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像这个可能是教学，好，打上去。那回到我们的 hackmd， 就可以发现哦，这边有一个新手教学，然后它就是有一个标签叫做教学，这是我们 markdown 的部分。那当然 markdown 还有很多的部分，就是很专业的部分，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讲到，像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一定要提一下，它叫做 LaTeX。好，如果今天你要表达是一些数学试段，你可以用 LaTeX， 它一样有资源。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讲完又要再多30分钟吧。好，我不知道 LaTeX 它，你可以自己 Google， 如果有兴趣的，你 Google 它是一个一样 Turing Machine， 不是 Turing 奖的得主所开发，就是原始作者。好 ，LaTeX。好，这是其他部分，所以你可以继续参考我刚才。就是那叫什么投影片中的连结，它里面有很多很实用的功能，像是 UML 啊，或是你要这个 Graphics， 它一样有资源。然后甘特图一样可以，那一些图案啊什么的，这个我们今天就先略过。好，略过之后呢，我们回到投影片要来讲如何产生简报。产生简报其实这边有个 reference， 一样点下去。在 HackMD 本身，它就有介绍如何产生简报。它很简单，它只要我刚才的新手教学点回来之后，我们只要给它加格线，就是分格线。我讲错，不是格线，是分格线。只要加这种分格线，它就会变成一页。像如果我现在想要 command 这边加一页，我就给它加个分格线。好，三个 dash 它是主页。那如果今天是四条 dash 的话，它就会变成分页。至于主页跟分页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来看示范。好，那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它这个分隔线跟上文还有下文中一定要隔两行，两个空行，不然它会吃不到。像我假如这边给它做，在这边这段给它做分隔，我在哪里？在这段给它做分隔线，你会发现在文件上你可以看到还有做分隔线，可是我们等一下看看投影片的效果。我们点一下简报，哦，简报我就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第一页，再来第二页，所以这两个分别是主页，还有我们第三页。第三页之后你会发现，哎，它可以往下点，这就是我们刚才四条 dash 所产生的，它叫做分页。那我们往下点就可以发现，哎，它为什么全部连在一起了？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就是因为它没有区分出上下的隔线。好，这是简报的部分，所以简报其实很容易，我们可以看一些实际的例子。那如果我们今天把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给我找出来哦，等我一下。好，我刚才我找到了，这是你所不知道的 C 语言系列讲座。那如果我们把原本的文件加了这种分隔线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简报效果。一样按简报模式。好，简报模式你就可以看到它一样有主页有分页。为什么要学 C 语言？好，继续点，我们点到下面，点到这边，我们除了刚才比较单调的直接加格线以外，你也可以加颜色，这边是有颜色。再来是转场动画，你可以发现它在转场中有了变化。然后不止这种变化，你可以自己调整看你要什么样的样式，还有它的速度，你都可以做调整。至于这些要怎么处理呢？一样就刚才的连结中就有教学，我只先讲一些比较新手的部分。好，就是产生简报的部分，希望以上的教学对你们有帮助。这是今天的新手 HackMD 教学，谢谢大家。